有个朋友好幽默吓，讲咗一样嘢，佢就话咧，我系医药行嘅行业嘅，呢几日咧日日喺朋友圈度就系卖韩国啊、加拿大啊、越南啊、日本等嘅口罩，乜都有得卖。咁啊，中国咧就快咧把呢啲国家嘅口罩全部掏空啦。咁问题咧，即使掏空咧都唔够中国用，我哋嘅人太多，而且仲好有购买力。只要我哋十几亿人一齐要买拖鞋，咁啊世界上啲拖鞋一定会断货，就证明一个真理，只有中国人先能够救中国人，自己嘅问题一定要自己解决。中国人系一个巨人，一下唔小心跌低落嚟嘅话咧，好多国家一齐尽晒力都扶你唔起，都系要靠自己咧使劲吓，我哋相信全国人民咧万众一心，一定可以战胜疫情，讲得非常好。中国人多。咁但系当然啦，人多国家唔止中国啊，隔篱有个印度都好多人。但讲购买力咧，而家中人啲购买力系好大惊嘅。好似佢话斋，如果中人一齐决定我哋要买拖鞋，十几亿拖鞋，好得人惊。所以唔好睇小中国，中国呢个巨人而家企起身啦。拿破仑讲噶，中国瞓紧觉好好地。中国一起身呢，你世界要听话㗎喇，唔可以乱嚟。